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广州了。看到这边，我的唇膏都化了。在北方，它都是冻起来的，我根本没有办法把它刮下来。其实我本来准备改签30号走的，不过北方的那个干燥让我的嗓子一直发炎，感觉现在嗓子还很疼，然后一直上火，我就觉得再待下去病会好不了的，那还不趁早点走。然而其实到了广州，我的嗓子依然是这个样。我本来还期待着一下火车扑面而来，我的嗓子就痊愈了。如果你问我在一天之内穿着大半个中国，经历了从冬天到夏天有什么感受的话，那么我想告诉你，我好想洗头。